这第四个行殿的旋之简直是天机的位置。 城市黄金烤肉，马上就快要全球连锁了。嗯，对，倒是这个计划。你怎么不系上你的红领带，亲爱的？ 我怎么知道？没准你搁给他搁家哪儿了，自己回去找找吧。好吧，老公，我回家的时候会看看的。您好，你的菜上齐了，钱太太，你的不在。 你说一二啊，他还上高中呢。嗯。哦，好的吧，他看起来挺适合争分而工作的。嗯，看着真不错，不过他身上围起来有一股酸味儿。 你们这里的服务员要注意间隔人卫生啊！食不言，你现在听起来像个杜甫，你知道吗？心愿说。 我去上个厕所。 你在这里工作多久了？钱太太没多久。啊，你觉得这里怎么样？钱女士，你还有别的吗？啊，不用了，谢谢。
你怎么敢的啊？像你这样的小狐狸精，什么都不是。我告诉你，我才是他的正妻，我才是。What?